嫌疑人诗画，都诗画不在啊，贾玲、玉洁不在，方月。伟忠、海静，确有危险。这样我就啊，叶云鹏当然不来不是什么问题啦，可是课后也没有表现就不知道了啊。不来他也许课后会问，但目前是没有这样的人。不要死在一点上，有点注意对立面啊。有些人可能不来上课，可是课后很。可是只要你不来上课后也没有看你跟老师互动会用功的话，哇，真的这个人就可以否定了。可是不要光看表象哦，人家不来上课就一定是这样会必要，对不对？所以其实上就提醒你脑筋不要死脑筋，要科学一点，要实事求是。叶云彤啊，燕婷，婷彤，湘婷，还有那个 Slido 一样，目前应该还没有人。都是 T928 没有变，都是这个啊。T9提请或 Teacher， 928教师节嘛。有意见或者有问题，我就写在这匿名的啊。林轩、心怡，你没把握期末考会考多少，你至少要先试题目，就像你们以前准备大考一样。你可以把你的答案来写给我看，我就会跟你讲你这样答案可以拿几分，对不对？尤其你如果想要补期中考的分数的。期中考考不好，甚至缺考。你期中考只要再考平平，你自己看看照比例，可不可以救回来嘛？如果要救回来，通常都是要超标准嘛，对不对？王毅如，例如不在，那你要注意，我会跟你分享一些档案，你们自传，我可能就用讲名的了。所以到时候你要留学校常用的信箱，只要你们还没有留，要给我，好不好？或者你自己直接来问，我会把链接给你。那否则就学校留给我你们常用的信箱和学校的信箱，我两个都会给你。会共享那个档案，用学校提供那个免费无限空间的那个 Google Drive。那你会收到这个信的话，你要注意一下，不要回去自传怎么都老师一个字也没有写，我可能会画一些错别字啊，画符号或怎样。为什么没写字？因为我改用讲的，对不对？写字又写不多，讲的比较清楚。没有限制。林志玲，只要你看不到档案，你要主动来问我啊，不要那么被动。他为什么可以破板？他都没讲话，有别的原因吗？因为我刚刚收到一封信。你收吧，就是下课的时候。平常成绩不是光上课，就是你平常的影响，也许你课后有互动，也是会的。其实是自己拿的，除非我忘了给你，你要跟我讨，不是绝对不是我跟你有仇或讨厌。心宇不在啊，红军不在啊，易安，首堂你要看前面哦，因为我回去还会再给哦，没印象还会再扣，有印象的会加。孙鑫、易鑫、心怡，你也是在课前上课加的，上课你是没有出声。建军刚刚没讲话，有没有过来？有在跟我讨啊？我印象没有，好像没有出口，我有问。玉芳，玉君，
三鱼精不在哈、哦，燕黄、玉豪，我都会先给你高分的、哦，回去没印象就会扣了。玉豪不在哈、哦，玉鑫、丽云，摄影师哈，真的要自己抓镜头起来动一动比较好。那个玉智，陈玉智不在哦，像他这个，你看变红色了、哦、超过五次就一定要加班才能，要证明才能请假，都太多了、哦、学科太多了。黄雨桐，你这一次到底有没有来？那上次我都忘问你，我印象你应该是你没错啊，坐那边，没点到你也不来补点。我一成。玉佳，要玉佳，我没看到你哦。以我的印象可以了哈。玉线，影子，有时候我可能看到你精神不济，就会稍微少一点分数啊。廖影子，千惠，上一节课比较晚来。立群。浩群、嘉诚，在吴嘉诚、明伟，在袁八许、袁婷、李袁婷不在啊、哦？他也来。有啊，那就是，那就对。在思考，思佳。思佳不在哈、哦，黄刘、易雨婷、佳音、是陈翔不在哈、哦，思安哈、哦，你们刚好像有想要开口，对不对？然后至少有开口了，然后声音比较小，泽亮，大方说出来，林泽亮、柯泽亮不在哈、哦，玉杰。你们来上课都躲在边边，自己在忙什么也不知道。那你来这里干嘛？就点个名堂证书，你自己考试自己要顾好吗？我的课是混不过去的啊，只有实力刚上课好混，考试就混不过去，要实力才过得来。天瑞，不在，又你刚没发声，不在，有的话跟我好。李卫文不在啊，不行不行，可以等一下。点一下啦，你看匆忙涌起就是对什么进嘛，它两个相对，这课本73页啊。我在此进觉得自己的年龄往前挪这一段，73页。咱们讲新渠进渠晋级，然后我下课我就想到，你看倒叙重组我都在用啊。你如果有注意看我在写对不对？我就想倒叙重组晋级倒过来不就是什么？体性好像你们都会用吗？有时候词汇倒一下就感觉比较新鲜，对不对？你也会搞，你记得这个自己也可以改一改。有时候改自己作文，你看他一定原来可能也想写即兴，倒一下意思没变，感觉就不一样了。如果是即兴就太一般的说法，再倒一下让人家有新鲜感之外，也有点怎样，不同于一般嘛，因为他确实不同于一般。外面是有人如此，大家都好热闹，匆忙拥挤，可是好像就是。这个清就有点什么冷清的意思，对不对？因为人只有他一个，你就懂得这样。不是光精神清爽，刚刚我们看那个老和尚，对不对？他是一脸道貌岸然或者仙风道骨的感觉。啊，这里当然也包含了可能有清，刚刚我们讲的冷清，因为他是一个人，对不对？外面那么多人。可是呢，你看那么多人都是海上花都，第一个上海是移民之城吗？一般的印象，上海不会是移民之城。可是他为什么说在这移民之城中？因为上海人可能因为我没时间了啊，你们只剩两个礼拜，我还有庄子和那个书信。上海人可能已经不是上海人，对不对？他只是科学气息，那把科学称作上海人，对他籍贯，他土生土长，没错。他流的血液也是中国人，也是上海人。可是呢，他的精神呢，可能已经是西方人了。
好像西方人移民来上海住一样，借上海人的躯壳行尸走肉。移民之城，它不是在地的城，上海城已经不是原来的上海城。对，就看到这种要注意啊，除非他本来就移民之城，科学报告没问题嘛。既然不是，为什么叫他移民之城？一定是比喻或者讽刺，对不对？讽刺带回去对人有什么启发？启发你自己身为上海人，上海人原来的风格在哪里？他就是在问这个嘛，为什么给人歧视爱情？结果呢？你看哦，为什么他常忘了自己的名字？我来自何方？我从小受的教育，你看我写。他虽然不是中文系，对不对？他大传，对不对？他读这种古诗文，结果这不是中国的吗？可是等到我回到中国这一块土地去寻根的时候，就找不到东西了，对不对？我来自何方？难道我读的那个是外星人的文章吗？不是，就是中国神州大地这一块人，对吧？他会忘记他自己来自哪里？他来自哪里？他怎么可能忘？这一定是文学语言，对不对？来自台湾云林嘛，他云林人，他会怎么忘记？结果我来上海之后，我发现我比上海人更怎么样，更像上海人。我问你，他为什么要写上海行？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为什么不写广东行、北京行？啊，都是大城啊，有名的城市啊。因为第一个，你看我要怎么找这个答案？你要想老师怎么去推的，一定有意思的，就可能是对的。第一个，上海是不是中国的第一大城？第一大城就可以拿来干嘛？讲上海。就代表了整个什么？中国，上海都失去了灵魂了，中国呢？所以这一封，你知道很好玩哦。我最近传的那个状子也是被封了。大陆有个网站，我们是 YouTube 吧，世界都 YouTube， 然后大陆因为被封锁的，它叫优酷嘛，他们都搞山寨，结果传到优酷就被封了。我说奇怪，中文音的东西有什么好封？那给你一个理由也不知道什么，当然不可能有色情什么嘛，那可能有政治因素。那他这篇文章，你看起来，刚开始我们说他写上海行，为什么爱台湾不写台湾行、鹿港行，写上海行？表面上好像在写上海行，实际上在什么？对中国发出一些批评嘛？对啊，其实他其实在写台湾，写台湾反而保留了更多中国的东西。中国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自己也自称自己叫什么新中国，不是老中国，他这也是要找老上海。已经不是原来状，他现在只是拿原来的中国东西来做观光产业，对不对？来赚钱。他们还保留多少船？他们自己搞文化大革命，不是要把那些全部炸毁？还有什么以前的精神风范？李白杜甫的示范，他们学马克思的一些比较快嘛，还关于李白杜甫。李白杜甫说难听，不过是拿来赚钱工具嘛，好惨，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文明嘛，对啊，文章。我们现在讲文创，文创产业拿文化来赚钱的。不是真的来拿文化来陶冶性情培养人格，好惨。所以银行家有一种信任换真情，对不对？你看，当人类的社会角，这些道德的东西变成一些口号和文字，甚至来赚钱的东西，你能想象以后是什么事情？人家也许对你发出一个好心，即使是交男女朋友也是，也许他就是看上你的面包，他哪管卖吃，反正现在都素食了，对不对？你看，自从自由恋爱以后，你觉得你真的找到你的爱情了？文学是 never ending 的，对，因为人类从来没有一次找到真的太平盛世，不管孔子出生、基督、耶稣基督还是释迦牟尼，连他们都找不到，我们能找到什么？只有不断的探索而已。对，可是假如你看我们前面花那么多时间跟你唠叨，人生就好像一篇白话文，你都不会去想那些问题，当然就没差了，是不是？管那么多干嘛？可是人家为什么是文学作品？他一定有他背后的思想。不是你表面上看的，就好像刚刚为什么拿女孩比喻城市，其实还是讽刺嘛，并不是歌颂。嗯，一般年轻的女孩二十几岁那种感觉就怎样？你觉得她是有教养吗？有文化内涵吗？她这里带出来的意思就是很花枝招展，对不对？所以她说这是花都嘛，花城，就是很会打扮哦，女神。那么现在的美妆，甚至韩国流行的美容嘛，这里头是什么东西？讲出来的话，写出来的文化呢，写出来的文章呢，人类最后只是变成一个臭皮囊，一个皮囊外面的美妆。那追求了这个半到半天，人到四五十以后，还不是松垮下垂，最后是一场空。跟你相看，你一辈子追求的知识、学问和人格修养，越老是越蠢。绝对没有说，除非你老人痴呆症，所以
也不会说哦，我现在音乐乐坛到七八十岁的时候反而弹得更烂，一定是更好，除非他说身体机能是退化才会差嘛，绝对不是技巧或意境差嘛，是一种可以累积的不去追求，追求那种以后会衰败，这都是给我们提供的。现在这个层次追求的是什么？不都是这样？那后面讲有提到新的一只来，对不对？未来则是滚滚劈来，劈动作就很快，不会慢，对不对？而且劈给你感觉就是很压迫性，对不对？你承受得住吗？所以他刚刚为什么要往灵魂深处挖去？只要你没有这个生根的话，你一样外面的人大家都这样，你就会都这样。就好像刚刚，哎，你们为什么不肯讲话？同学会不会笑我？因为你内心没有，你今天教我组建我教那么多贵的学费，我想学好，我管他的，你就有那个勇气啊！哎呀，同学会不会笑我？股东、股利、畏首畏尾，那你要学的东西，你缴的学费，你妈妈辛苦赚的钱呢？只因为这个学费不是你是不是自己赚的？不是，对啊，啃霸主嘛，说难听的，那么现在不能怪你啃霸主啊，你们现在还没有。出了社会还是这样才是啃霸主，可是人要严于律己嘛，不要找借口。哎，我现在不算啃霸主。只要你会这样约束自己，这一分钱的协会你都会珍惜嘛。什么还有什么顾虑？什么害羞不害羞？就看会不会人生都是在读文学嘛？你人有了一个固定，就像他的批来，你才招架得住嘛。大家都说我们都不回答你，干嘛理这个老师呢？你回去要去想啊。请问我作为一个学生要学习，该不该理老师？我不是为了喜欢孙守贞嘛，我只是为了我想学到东西，这样你就有个主见了。你管人家怎么说，就像跟 D 卡上面怎么说我，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啊，你不是他讲的那样就好了嘛，对不对？无则加勉，有则改之啊。为什么还在那？人家一讲，好像你就是一个人偶，就要被他操纵。你自己在哪里？那你怎么接的时候，这一刀劈来呢？这才真的是不喜欢神。所以他，你看，就像刚刚那个涛，他为什么要用那个字，对不对？都有道理可循的嘛。什么字不好的，未来怎么用 P 来形容？很怪。嗯。P 也呼应了他前面很急躁。来，人心苦，在这里就是讲什么？他来台湾，来自台湾，可是他比在地人可能更保有中国传统的文化，对不对？在地人反而荡然无存，所以他都忘记他来的。你看。一定要人家听出了他的乡音，才知道他来自台湾。意思是什么？如果看他的灵魂呢，觉得他还比较像中国人，对不对？上海人只有外貌像，籍贯是涉及上海。那他籍贯是不是？他是讲出来的话，人家长的样子当然差不多嘛，对不对？讲出来的话有台湾口音，才知道哦，你来自台湾哦。可是而他不讲话呢，他表现的可能更像中国古人风或老上海的风情。言下之意不就是这样？所以你看，他的你看，这个是很明显，我打击跑出一个劲干什么？你说一种台湾南方的腔调不就好了吗？你就知道作者的企图是什么，劲是不是很重要的东西？心平气和，不是心浮气躁，对不对？所以他讲求的是一种静愿岁月静好，不是那种躁动的追逐外在的名利。所以你看，虽然不是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对，它带有口音，可是字正腔圆有讲，字正腔圆是不是外表的？那你灵魂里你讲的是中国话，北京腔又怎么样？你灵魂里头早就是西洋人了嘛。我们以前有一个词汇叫香蕉人，对不对？外表是黄的，像香蕉外表黄，里面是白的，对，都西化。讲个最好玩的，各位，别的他们是移民的，那就算了。你看长得像我们这样，然后一直出口标准的英语，现在大家是见怪不怪。其实你冷静想想，不是觉得很怪吗？他不是中国人或韩国人或日本人吗？哎，侃侃而谈，然后你以为他讲这个话是他的本色一样。那要不是他妈妈或他的爷爷，他们也许他就已经移民到那没有问题。可有些人呢，像我们在地的，还在台湾哦，还在日本，哦，以自己讲一口很溜的英文，好像就很粗壮一样。自己都没想到，那你自己的母语呢？你的中文程度好不好？这就是压，不是讲八国联军之后民族自信心丧失吗？日本和韩国也有这个问题啊。这都是文学给你的形式，我们不是否定什么，可是当你在洋洋自得的时候，有一幅很讽刺的画，你有没有看到？不
不是说拿那个讽刺要否定什么，可是人要有那种警钟，不能提心吊胆，或者是提心王不要死在一点上，就觉得自己讲的很溜的英文很了不起。你要搞清楚，你还是中国人吗？还是台湾人吗？讲很溜的英文，你不会觉得很，你至少很溜的台语或很溜的中文，这很溜的英文你还比较问心无愧。那真的是语言的影响，想要自己的中文让文言文看不懂几篇，英文反而莎士比亚看得懂，你不觉得有点本末倒置吗？除非你今天要规划为英国人或美国人，自己想想嘛，到底是不是这样想？绝对不是说中华文化或台湾文化第一那种概念，反正就是你自己本家的反而不管，去追逐外在的。就好像你今天说爸爸都不回家吃晚饭，追逐外在的不是一样？自己本家的都不顾，嗯，这应该不是哪个文化本位的问题，他只是刺激你去思考本分有没有守好。上海不是不能追求现代的文明，可是你自己的根呢？是问这个，难道自己的根都是烂的吗？都要一概的否弃掉？那一个人当自己的根、自己的家都不顾好的时候，再进步得到的又是什么？是不是？就好像有的家庭，为什么爸爸在外面拼了半天，最后家庭破碎，他的借口都说我为这个家，我为这个家，对不对？为到最后呢，那怎么会破碎呢？不是很愚蠢吗？文学艺术就提醒人，是不是你在追求的过程中迷失了什么？是不是？为什么反而会得到反效果？人心不古是每个世代都有的感叹。来，谁要念课文？因为我是练好多听听你的声音，戴口罩。你看，你再帮你补一下上一次缺课嘛。那你们不抢，我就想点谁就点谁了。可是我忘记给你分数，要记得跟我讨，好吧？你有念课文。必须耐，人心不古啊！人心不古是每个时代都有的感叹。不古可以往前推，宋怀想唐，轻摇想明，总是如此。台北人要念七零年代，上海人复古三零年代。所以要念倒，不是调。提手旁是调，对不对？那中间一拿掉而已，变倒。好，标准念音，他念调，你看我也没有笑他，对不对？至少你声母韵母差不多嘛，中间一没有念出来而已，一无韵，对不对？对不对？要念倒，不能调的话是提中，所以标准音念只是记性强而已，没什么了不起。像刚刚那个清曲剧前三次同学念句嘛，才想到孔句的句也对啊，所以当你见识广，就比较不会讥笑人家。又回到刚刚 Dcom， 讲太多好像觉得我很在乎。不是，因为那个是很难得的科学资源，因为它是事实嘛，你们也都看得到，讲是不是？你看那些会冷嘲热讽，他就见识少，他不知道这九阳神功到底在讲什么，在那冷嘲热讽。九阳神功，啊，来，我来教你啊！那你耍这些嘴皮之后，你学到了哪一招？对你有什么好处？不去想那些，只是逞一时之快嘛。你至少把我的招数都学去了，再来骂我冷嘲。不是也好，这样也爽啊！你至少也得到东西啊，也真有功名。那见识多的，他就会考虑比较多，就不会那么容易去批评人家、笑人家，对不对？见识少，像你们常碰到，就啊念错了，好像那个什么天大的事情，就没想到常常有错。像刚清徐进局，我们不是查字典啊？其实严格来讲，他应该写错别字嘛，对吧？应该要加个肉部和床部嘛，他为什么？对，刚刚那个清徐漏掉一个嘛，因为床部没有讲，对不对？你查一下床部是什么字？你看，看到没有？所以这两个字是同一个字，叫异体字。体就是形体，不同的形体的字就写法的字，不同写法，懂不懂？其他读音和字义是一样的，只有形体形状不一样。笔画不一样，其实是同一个字吗？不管换哪个字，嗯，我一般的思维，因为我们也是这样博文环境长大的嘛。啊，念错了就笑人家，啊，写错字，对不对？让你懂得多了，就不会笑那么快，不笑那么大声。难怪诸葛亮里还是讲那一句话，对不对？我唯一知道的、确定的就是我无知这件事，我确定，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会上。他很聪明啊，我在以他那时候的时代，他一定觉得太阳绕着地球跑，对不对？你看从哥白尼和伽利略开始矫正。可是如果那时候斯格拉底说我是西方第一圣哲，我是西方的孔子，我说太阳绕着地球，哇，他就让我打崩了。他说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戴阳绕的地球还地球在，你看好好奸诈。人家为什么大智若愚，就是这样，反而觉得自己知道了什么，最后反而什么都不知道。不好意思啊，刚刚这个调啊，不敢不敢继续。上海人复古三十年代，也不过就是一种情怀的追思。乡愁是一轮不醉的明月，而时代其实是滔滔东逝的，未来则是滚滚不来。好，暂停一下吗？其实这个其实也可以标上颜色。你看我标颜色就是用那一招嘛，不见题目，只见关键字。抓关键字，我问你，你刚念了玉勋，乡愁是一轮不轮的明月，不醉的明月，这一定有问题吗？你会这样写吗？乡愁怎么会是明月呢？这一定是比喻，又来了。刚才复习比喻就是拿其中某部分的特质。这里用了什么特质？乡愁很明亮，很洁白嘛。带回去啊，不大对。那重要的不是明月，是什么？不醉。可是我为什么刮明月呢？啊？所以你要去想他为什么会这样比喻嘛？还读了他，你看我没有任何参考资料，我为什么读得懂？你要去找我那个破案的线索啊！你看啊，现在人想要复古，对啊，有走复古风的。你看，就这一句话为什么要标其色颜色？也不过就是，不过就是就要表示什么意思？有没有得到它的精髓？你会讲这句话一定有点瞧不起嘛，对不对？你不过就是这样嘛，不是真的要复古嘛？没有得到古的灵魂，得到了古的什么皮毛，对不对？对啊。好了，那我问你，是一种情怀的这个。什么叫只是一种情怀的追思？不是，可能只是，也许有的人不是为了拿来赚钱，他喜欢古人风，对，可是他可能也只是怎样，变成一种陶冶心情或修养消遣而已，他不是真的想要喜欢他而做的，就好像我们刚刚讲，王羲之只喜欢方丈喜欢，他当然就做到了嘛，他不是喜欢或者向往而已。那有些人可能也向往方丈喜欢，可是他不敢，对不对？他做不到，知道有这种嘛，对不对？他可能想。也向往那个，可是他做不到，这还是有差。情怀的追思通常就是向往，可是做不到。比如说向往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可是只要五斗米放在他面前，好吧，还是。可是他也许去为五斗米折腰之后，他还是读陶渊明的诗，还是向往。有些人是说得到，会向往做不到的，那就是不过是一种情怀的追思而已。所以他这里讲到什么？所以他刚刚为什么要说往灵魂深处去挖去？他真材实料的，不是表面上的，不是那个肤浅的，只是拿来做盈利用。来了，那乡愁这里为什么突然跑出一个乡愁？前面是讲七十年代，对不对？台北人会悼念七十年代，香港、上海人悼念三十，这里跑出一个乡愁干嘛？嗯，前面讲时间，乡愁给你的是时间概念、空间。快一点啊，陈香盈，你也有乡。乡愁，你第一个想到是七星大法，时间概念还空间概念？乡愁，你呢？空间吧，对不对？因为异乡嘛，七星大法要教助你啊。换成时间可不可以？如果我今天生活在台北，我想向往的七十年代的台北，七十年代台北离我好什么？遥远。我问你，远的概念是空间还是时间？是不是都可以？所以这个乡愁是什么乡愁？时间的乡愁，对不对？七星大法这么重要，我以前也都看不懂那个。可当你掌握这个，就知道他在玩什么东西了嘛，对不对？刘玉啊，那么用心要真的学到，这里的乡愁不是空间的乡愁，是时间的。生活在现在，可是却对以前的追怀，是不是？我问你，对以前的追怀，只有你才有吗？像李白，他这里用到李白，李白说：“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平被一鲲之。”到了陶渊明，不是到了苏东坡呢？“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我为什么把标明月？李白看到那一轮月，是苏东坡看到了吗？不是，是吗？其实不是啊，你不是的答案是对的啊、哦。可是，一般的概念当然还是那个月嘛，对不对？古月照京城嘛。我们看到的月亮，是不是陶渊明看到那一颗？一样一颗，对不对？这是不醉，有没有醉？
可是今天假如你看到，就像刚刚哦，向往陶渊明的不畏五斗米折腰，可是你却做不到，你也只是向往。你看到月亮，也只是看到。可是呢，你看，不管是陶渊明传到李白，李白传到周公，他们有一个什么普遍的特质？他们是不是都有一种价值观，他们去坚守的，对不对？苏东坡也可以官做的顺利一点啊，为什么要被贬到海南岛？是不是？陶渊明为什么不继续做官？李白为什么会被害得那么惨？是不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些坚持？这是不是不对的？这是不是一代接一代，一代传一代？可是这些上海人日夜值千金的，他会保持这些亲子。我问你，明月代表什么？皎洁，情操的高尚洁白嘛，是不是？今天你能保有多少洁白，还是愿意跟世俗？大家都这样。大家今晚要去夜冲，我也夜冲，我管我课我也有没有过，不管。这时候你在看那一轮明月的时候，你还能说你跟陶渊明或者苏东坡看到的是同一样？你不觉得月亮那么洁白，反而照到自己龌龊的心吗？受外面一点诱惑和冷漠，自己就同流合污了。一点坚持，一点价值的判断或坚持都没有。洁白是不能染污的。他钟小姐或钟先生对自己当然也有这个期许，他来上海，他希不希望同流合污？不希望。所以前面不是朋友说你不要怕孤单吗？不要怕寂寞，因为你想前人，后人也会想你，对不对？也许现在全部的上海人都追逐的外在的物质享受，你不追逐，你留下这篇上海行，就好像王羲之留下兰亭序，后面的人还是有欣赏他的。其实当时的人都不欣赏又如何？有一些价值是不会坠落的。可是呢，你看，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关键的时代。你不要觉得现在上海是这样，100年后一定也是这样。每个时代有它追逐的价值。你现在在屌，在了不起。你看 iPhone 10、iPhone 7，那时候多屌 ；iPhone 8、iPhone 10出来又不屌，对不对？你是滔滔东逝，你有什么了不起？可是有一些东西是不会东逝的，对不对？对不对？永远也不会逝的，看你要追逐的那种。那未来滚滚，刚刚提到了，你承受得住这种吗？不管是我们科技的进步或物质文明，他为什么要用批字？就是要问那些为什么有些人会醉，人家醉就堕落，对不对？有些人不会，继续，不要念课文的吗？你要念就我说继续，你就可以抢着念。不要我点你，没有我就点我爱将，对不对？我想点谁就点谁，跟我互动。这里的物质，你看，怕你读不懂，他马上就批判的出来，角色物质，对不对？他就说这个物质都是滔滔东逝。你今天在追求物质文明，我买一台多贵的跑车、开上车、法拉利多轰，100年后一定看这个，就像我们现在看以前的轿车，看的就知道很烂了。被人家笑而已，滔滔东逝，因为现在很屌，也不过是一时的。可是人类一定有不变的价值。上古的话，10000年之后大概还是那么贵，对不对？你的话就不一定，其实现在卖很好。有些价值是不会动，不醉的明月，就像那月亮，你看，好像每天东升西落，其实它还是挂在天上，并没有掉，还是那么皎白啊。所以维持自己的洁白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去跟人家同流合污？读这些干嘛？不是叫你做一个情操高尚的人而已，而是怎样？想想自己现在上大学，当初是怎么洁白来文化大学？你现在认识了多少朋友？啊，是啊，朋友说我们等一下晚上去夜冲，好不好？啊，孙老师说你需要课后辅导，这时候心里就在犹豫，国文学好对我以后可能有帮助哈。我去麻烦老师一下，反正他说他不怕麻烦，我就去。叶聪啊，朋友虽然朋友想一想，大学才认识的嘛，没关系，就说有够啊。我今天身体不舒服，你掌握了什么？在你判断你人生什么往哪个走向的时候，你选择哪一条路？不要骂那些同流合污的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个机会嘛。你自己到底是往哪走？是不是哪一个东西才对自己才有帮助？或者我们前面讲的，你该做什么，你有做好吗？没有禁止你，没有人去禁止你夜冲、晚夜趴，对不对？晚上不睡觉，可大学生只能干这些事吗？自己会心虚，对不对？
偶一为之可以嘛，不能老做这些本分，有没有做到？该学的学好了再去夜冲，没有人，你看没学好都没有人管你了，何况学好谁敢管你？结果自己本分都没学好，就先去忙那个非本分外围。读这个是启给你这个启示，不是想很要，我们也不做官，对不对？守什么节操？可你现在也在守节操啊，你的大学生的争吵。刚开始考来这里的时候是多纯真的景象，已经忘记忘了，对不对？多辛苦的考上大学，还没多久就已经同流合污，你就糜烂了。人的腐败真是可怕，你说。刚刚前面不是还讲过上海行，20岁已经像28岁，就腐败的生命力好旺盛，他生命力是想反面。对啊，你们生命力很旺盛啊，越冲越冲，这冲什么？你把这个冲的劲来冲学业，那不得了啊！所以叫你们现在大学没有围墙，为什么不去台大、哈佛去看看？既然喜欢出国玩，去哈佛大学看看人家怎么上课的。他这样，我要10倍，那你以后一定比台大还哈佛强。你把叶冲的能量用在这里，哇，那可能就不一样。他前面不是讲到生命力吗？你生命力花在哪个地方？你读这一篇才有用啊，不是读这一篇交考卷。拜托，这是最后一堂国文课，分数是我给的，你也不参加联考。你只要有这种赏析的能力去想到你人生读这个文学你能得到什么启发，读到他自己真实在讲什么，当然给你过关啊，不是为了考试来读的，对，那只要读这个对你生活什么都没有启发，跟我讲就是什么、啊、这里的物质对不对，把它推向更古老的中国，表示他想不想接受现在的环境，一定是不是吧，所以他一直逃避嘛，说负面的时候来继续运行。不瞒您说，念完就不错了。不瞒您说，这里西方的东西我完全看不上。30年代标榜门派，在如今东西不分的世界里，门派不过网住吧。网住。有时候可以看看黑板嘛，字比较大。网住当替二界的幻想。再者，可能自己去过纽约2天多，看看淮海路的百货商家。不过就是上海企图向纽约取经，或者说是巴黎香榭丽舍，或是第五大道的复制。我要看的东西是往文化源头挖去，我不会在中国这块土地赠送 LV 香奈儿的品牌故事，我寻找或我遗怀的是属于中国。遗怀，你要注意哦。所以正好他为大家表演了，对不对？所以你要讲才知道你常犯错误，对不对？所以要注意这个字笔画稍微一点差。刚住变成网，是不是也是多一点？你也是字形结构出问题吗？那前汉语也是字形很像。自己有这个毛病就要慢慢改，对不对？就好像看医生，医生跟你讲你有这个毛病要治疗，你治疗以后才会少犯错。出去早也这样变，常变这种错字对自己也扣分嘛。这是遣怀，对不对？派遣公司，派遣人力，对不对？遣怀是属于，继续。遣怀的是属于中国的精神吧？然而这种精神竟然只有往古典中国寻去。如此才能与我们从小读的唐诗宋词元曲轻小说做连接。也许过些天我到苏杭一带可以寻些气味吧。上海毕竟是靠西方开辟发迹的港，开埠我就要念埠，开埠的港都，这里的文明都得沾点洋水洋味，且上海人以此沾沾自喜。当一座城市是如此打基础时，上面开的花朵自然是一致的。白日，商业笔画，对不对？白日商业城开商业花，晚上商业城成了嫖赌。嫖什么？嫖烟赌。暂停一下，所以要多表现才知道自己的毛病在哪。这样来上学就没有白费了嘛，浪费这个时间了。能改进是不是就上提升一等了，向上啊，这叫上学嘛。我只是进出教室而已啊，怎么上？啊，不好的补足就好了、啊。哦、嗯，继续。赌这个字，赌字最能点明上海人的性格。
暂停一下，别忘了我们刚刚提到上海人指的其实也是什么？中国人啊，是不是拿上海比什么中国？借代，借上海这个大城市代表整个中国。中国人包不包括台湾人？当然也包括，你不要又政治化，这里都是在讲文化，对不对？我们不读唐诗宋词吗？那刚为什么已经第二次、第三次出现唐诗宋词，对不对？前面又有讲前面抄，为什么要讲这些？然后很简单，你今天接受西方文明，请问，虽然我们现在不是唐代，不是明代了，那如果你接受唐代文明或明代文明，哪一个比较像中国文明？就是比较是我现在讲本土，当然是唐汉明嘛，结果反而不拿本土了，是拿西洋的。对，他有这个，所以他为什么即使来自台湾，他从小就是读唐诗宋词，受这个唐文化、明文化的影响，回来这片土地的时候看，怎么这里的人？完全没有这种陶养啊，已经不是这个灵魂了，就觉得很陌生，有乡愁嘛。这时候就不是只是上海和台湾的不同，是的。那台湾人难道没有这个问题吗？只有上海人，是不是？台湾难道没有被西化的问题吗？对不对？就算没有被西化，又有怕韩流、怕日族、怕韩那些问题。其实赌字最能点名上海人的性格，像看台湾人是不是？那甚至中华文化圈的是不是？香港人难道不是吗？所以不要你读成上海人，那就是科学的读法。然后为什么说一开始跟你讲字词联想能力，带回二座只要合了，他并没有否定中国人不是哦，香港人不是，台湾人不是，那就可能是莫须有，对不对？可能有，岳飞可能叛国嘛，所以答案就可能就是对的。一定要他说成，又不是讲科举报考，台湾人也是，每个都点名，哪有那么笨的文学？他一定都一叶知秋，以偏去概全嘛。虽然不服科学的方法，跟文学常常用的就是这个嘛。就好像刚刚我们讲银发族以偏概全啊，拿银的白色或贵重来形容头发，他不会拿全部嘛。继续小橡树下，小橡树下，永远有人三人成群，矮桌矮凳底。围成圈，纸牌拿在手中，钞票压在桌前，大成酒吧，永远有商人在把酒言欢，屋子里人人都在下注，男人赌神，成不成？女人是今晚玉人输不输？这里都是承接着前面讲的物质而来的，在呼应一开头，你看到第一页，对不对？上海人有些日值千金，这就是现代上海最容易看到的现象。骨子里是这样，表示他灵魂里头就是这样，当然会觉得格格不入。继续用，人人寻找的老上海说穿了，时光也不过才30年代而已。你看也不过，刚刚是不是出现一次？我再花时间讲，这都负面的意思。也不过就表示不是真实的，只是表面，只是皮毛的，嗯。并不是的，那老上海才30年代，30年代可以代表真正的上海或中国吗？绝对也不行，那时候已经洗。他前面也提到，上海本来就是接受西洋文明多开始发迹的城市，可是，在接受西洋文明前，当然还是有中国传统啊，还没开埠前，对啊，那当然已经荡然无存了，是不是？而所谓的三零年代继续运行，而所谓的三零年代就是西方租界大张旗鼓。我像你说，今天以后我来到了上海，怀旧致敬的1931 bar 形式气味复古着30年代的样式，但走进来的女子一屁股坐下来，却是说话如此的俗气且无趣。好，暂停一下，当然这个应该要接着讲，这应该有欢了。这里要提的，不要以为他进来是讲三字经那种低俗的，懂吗？他假如进来唐诗宋词一句也没读过，可是那个西方有什么诗啊？怎么突然往西出来什么？对不对？他也许会来爱陌生，对不对？这些诗他会讲，也可以说是俗气无趣嘛，因为他讲的并不是他本土的文明，懂不懂？他卖弄的可能只是他流行的。那注意这个，不是光想那种很低级的叫低俗无趣，你这样读又是科学的读法，那这一定是否定怎样？不是保留的原味的古老中国文风精神的，对不对？都是。再来，为什么这家餐厅叫1931？是不是都讲30年代？
等他回来，好像跟那个年代致敬，所以这个店名也叫1931嘛。我这里保留了1931年那时候的上海的风情。可是呢，是不是只有形式上市，样式上市，灵魂里头呢？进来的客人是什么料？一看就穿了，对不对？所以他接着讲什么很低俗的。所以我说这个后面可能还是要接的，多难听啊！来了，玉兴，只要你。只要你一个月给我3000元，我就只对你一个人好。哎呦，真的是，可是不要想太快，科学读法直接想到性交易，也未必啊。你今天交女朋友，就不要呆嘛，你要会去读人生。你今天交了女朋友，有另外一个女孩子喜欢你，可是你却不喜欢我，经验很多，对不对？觉得她不漂亮或怎样？可是你觉得漂亮女孩子怎么样呢？可能觉得你收入不够多啊，她不一定讲那么白，对不对？可是让你觉得好像。有些东西没办法满足他，对不对？尤其在物质上或金钱上，那其实就是类似这样的。虽然他未必讲出这句话，他只是拿这种明显的例子讲出来，让你去想想生活中存在有多少人。难道每个人都说你给我3000块，我才对你好？你要会去赌啊！我相信，好，互相。